耶利米书第四十一天，每日亲近神，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祝福你，每日亲近神，神赐给智慧、平安和喜乐。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祝福你，每日亲近神，讨神的喜悦。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二十六到四十四节，在神岂有难成的事？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付加勒底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他必攻取这城。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在这房屋上，人曾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惹我发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从幼年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是因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切的邪恶，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的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惹我发怒。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竟把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惊火归摩洛。他们行这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勒底人手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诚意，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昨天的经文结束在耶利米的祷告，今天的经文是神对他祷告的回应。本章的经文背景
是发生在犹大王国的前一年，神命定从北方来的灾祸已经透过巴比伦大军的入侵临到犹大国，但西底家和领袖们仍不肯悔改，百姓依然作恶，所以神只好伸出他大能的膀臂，落实他对犹大的审判。但从30章开始，神不再只是宣告他对百姓的审判和刑罚，他也带出他管教背后必要重新建造和栽植的心意。这里神回应耶利米的祷告，神必使百姓再做他的子民，他必做百姓的神，因为神已经应允要与百姓另立新约，不仅是另立新约，还是永远的约。而这永约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实现了，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永约必全备了。神告诉耶利米他如何定义使灾祸临到以色列百姓，他就定义使他所应许的福乐临到归回后的百姓。即便以色列国破家亡，但神必用那大能的膀臂把百姓带回，并且使他们能在这块故土上买地置产，重新安居乐业。这对即将面临亡国的百姓来说是何等不可思议又带着极大盼望的信息啊！弟兄姐妹，神的应许是信实的，超越一切的现实难处，甚至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换句话说，无论如何，神必成就他自己所说的话。如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所有神的应许，如同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愿我们懂得抓住神的应许胜过对现实的筹算，让我们真实经历在神岂有难成的事。神啊，感谢你借着主耶稣把你所有的应许都赏赐给我，愿我懂得靠主支取我所领受的应许，好叫凡事使你得荣耀。导读神的话，耶利米书32章27节与哥林多后书1章20节，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阿们。耶、yeah, 是的，主耶稣啊，你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阿们。在你岂有难成的事吗？阿们。因为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阿们。Yes, 都是是的。Hallelujah. Yes. 是的，耶和华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Amen. 在耶和华神没有难成就的事。Amen. 主耶稣，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是的，主耶稣，因为你是耶和华神。是的，主耶稣，因为你是所有有血气者的神。Amen. 主耶稣，我们相信不论你的应许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会被成就的。是的，是的，主耶稣啊，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会被成就的。阿门。哈利路亚，因为你是凡有血气者的神。Amen.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阿门。主啊，借着你所有的一切也都变得实在的。Yes, 是的，感谢神，你是我们的神，是凡有血气者的神。Amen. 主啊，是的，你给我们的应许不论有多少，是难是容易是困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你的应许都会成就。 Amen. 主耶稣，在你里面，主耶稣，你的应许，主耶稣，都是是的。
是的，主耶稣，所以我们要借着你，主啊，也都是能够成为实在的。主耶稣，因为主你要因我们而得荣耀。阿们，是的，主耶稣，是的，你要因我们得荣耀。是的，主耶稣，我们就是你所创造的，是的，你要因我们得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显出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哈利路亚，是的，你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嗯、是的，我们所行所为，我们都要让我们的神因此而得荣耀、yes. 是的，因为我们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Amen， 主耶稣，是的，在基督里你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主耶稣，借着耶稣基督，你所有的应许都是实在的。主耶稣，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主耶稣，你是满有盼望的神。是的，主耶稣，我们求主你能够因我们而得荣耀。 Amen， 主耶稣，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荣耀、yes. 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耀、Amen. 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愿神祝福我们。